讲话不能乱讲哎！你看我这样电一下之后，他还真的盖到我，他怎么盖的？啊？你怎么盖的？是我 2K 逻辑啊，各位观众 ，2K 逻辑啊，太扯了吧！这一球我犯规，我哪里碰到他？你们仔细看，他转身之后，我手都没碰到他，我都没碰到他呢，我都没有碰到他呢。What？ 有有有 ，Hello guys， 我是 Zico。欢迎各位再度回来 NBA 2K25 辉煌生涯模式。各位有没有发现这一只角色跟我平常拍的那一只中锋非常不一样？这一只是我最近都一直拿来打 REC 的角色。那我个人是觉得这一只角色其实长蛮帅的，底下穿一双金色的 Dunk， 配上这一两年来流行的宽裤，最屌的是这个头非常帅，红色的有够炸裂。所以我打算也把生涯角色主角这只中锋也换成那个头啊。哎，不是这个。尖刺爆炸头后面还有一个小狼尾，到时候打比赛再加头套应该会蛮屌的。再来，我觉得 2K 这款游戏真的非常玄，很有玄学。那我个人感觉啦，有弹性，这种中等身材比较灵活，也比较适合让我补防追火锅。我觉得健壮好像有时候会变得有点迟缓，就像 2K 老观众都知道，这款游戏左手比右手还准，虽然官方没有证实啦，但这就是一种玄学。随着成长茁壮，我的总粉丝数越来越多，目前已经签了四种合约，居然还有汽车品牌 Kia。看一下目前能解的，应该就只有 TD Up 封面杂志，穿上粉色棕榈树 T 恤，蓝绿色慢跑裤，橘色夹脚拖。NBA players， 穿这样真的太潮了吧 ？Fashion for celebs around， but even amongst them， your approach to streetwear has gotten notice. How do you source your clothes？ 你的衣服都是从哪里买的？当然是自己买啊。Well, I do my own shopping if that's what you're asking. You know what I mean? Yeah. 只是穿在外面太夸张了吧。A lot of it's online. You know, once I've worn a brand and I know my size, then that makes it easier. Otherwise, you know, I try to hit up a boutique whenever I have a day off on the road or something like that. Yeah. Do you have a, like a style philosophy you follow when you're getting dressed? Yeah, you know, I try not to go overboard. You know, once you have...one or two statement pieces. I try to keep it right there, like one or two statement pieces, and then keep it simple otherwise. You know, I'll give you an example, something like a nice, bright, online ceramic dead tee with some clean white sneakers or some fly new kicks with a black boxing t-shirt. 各位觉得帅的就帮一片按个赞，觉得不帅的也帮一片按个赞啊。这场关键比赛要对上曼菲斯灰熊，我都懂，我都知道。你们看到灰熊就一定想问，哎 ，Zico， 这里有没有河村永惠 ？bra bra bra， 所以我就来找给你们看。棒棒哥90评分 ，Triple J 87，班恩83，聪明哥80 ，GG Jackson 这名字有点屌哎、欸，叫 GG 哎、欸，78评分。下面往下看，应该是，哦呦，哦呦。还有 Rose 哎、欸，哇，还好我是在 Rose 退休前就创这个存档啦，不然就拜拜啦。哇塞，还有周志豪，评分72，226公分，非常高。往下看，哎、欸，没了哎、欸，果然真的没有河村永辉啊，真的可惜。等一下，为什么卢卡又受伤了？跳起来之后踩到脚啊？哎、欸，也没有啊，也没有被垫脚啊？怎么受伤？他是腰受伤哦，左髋关节不明伤情哎，来啦，关键对位 Triple J， 这个数据怎么可能跟我尬？换这个身材也确实比较灵敏一点。喂，那么准的吗？瞬间7-0，挡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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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好球，漂亮助攻，电脑自己传的，我空接有按准。挡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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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挡个 ，Irving， 拔了吧？有，红发杰克，身高突然多了5公分。飞得位，有了没？还直接炸进啊！传给里面，火锅，我直接抓下来，可惜挖选人先犯规了。这球如果没有先犯规的话，我又是一个死亡抓锅。哇、哦，还用吸的球来这边的，哇 ，2K 逻辑发作，明明球在这边，结果直接吸过去啊！守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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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这边啊，偷跑了，有没？防好，防好，防好，防好。火锅，轻轻松松，走走走走走走 ，Go Go Go Go， Irving， 有呢，来啊、哦，火锅是不是？我就说99顶级主攻，别再看一下了。你们看右上角已经快开主宰了，而且这一代非常特别的是，它不能一开始就完全解锁主宰，你一定要打满15场，达到那个等级之后才能完全解锁。
不然都只能开半套的、啊。那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全套的啦。假的。火锅又是我火锅，哎、欸，有了，开主宰了。刚盖完瞬间开主宰，现在我灌篮超级强哦，看一下哦，拐一下。倒没说，直接硬吃。哇啦，隔扣条了，各位。顶一个，拐一下，来吧，隔扣条。嘣！来啊，班登来啊，班登直接投是不是？最好这么准。下半场开始，刚才休息了一下，36-42，落后6分。再抓一个篮板，希望若石会上来啊，至少让我对到他，拍张照也不错。火锅，哇，这样也干扰到，这么远呢？来，顺下，轻轻松松，嘣，双手欧尼尔灌篮，这个应该是错了吧？拜喽，拜喽，老哥，不好意思，这个我不吃，真的是对不起我自己啊。哎，好差哦。丁威迪再个单手劈扣，班恩直接做一个出手。我靠，我飞太高了吧！不得不说，小牛队加我真是顶级内线，妈的火锅啊！这样还给你投进哦。新秀排行榜果然我们第一名，第二名那是谁？第三名又是谁？完全不看在眼里。半场报告去播，在16分3篮板，我已经18分13篮板2助攻啦。再一个火锅，有没有看到顶级麻辣定板？这一球有没有想起 LeBron James 定板伊古达拉？有吧，87%像吧。而且我这个手定完之后还插进篮筐里面，感觉超痛。来来来来来，转身晃下第一拍，要到犯规。我刚才突然想到，上一集很多观众说 Zico 你盖火锅完毕的动作可不可以用摇手指的？那我有仔细找过啦，好像没办法，没有这个动作，然后也没办法单独装盖完火锅的动作，所以不是我不想装啊，各位。2K 不给啊 ，Let's go， 2+1 ，Let's go，Washington， 班恩直接做一个出手，真的好准哦，我的天哪、啊！灰熊队也是被誉为这一赛季最大黑马，我是说现实的 NBA 啊，是真的蛮有潜力的、啊，不得不说。Nope， 再火锅，又是我吗？没错，班恩，班恩又要一个中距离，往上贴，往上贴。往上贴，挡下，挡下，挡下。对，这边可以有了三分线，准不准？把握度高不高、哦？还一个皇冠，再一个地板球，哇，好球哎！可以，可以，可以，漂亮，真的好。哎呦，哎呦，斯马特，火锅又是我，中间一个 block， 又是错位，又是错位。你们越这样放我这个点，我就硬吃，硬吃。第四节开始哦，看一下这个教练到底87-94落后7分。各位真的超难打、哦，我漂亮这个防守，手上脚长就是优势。Irving 直接上去，制造犯规。哎，又是我的。我发现我这只角色超会先跳再抓篮板的，又是连续2次制造犯规。Kyrie Irving 很稳呢，本场也拿下29分啊。半场压迫，半场压迫，半场压迫，不要空一格，不要空一格。真的不要贴贴贴贴贴，对，就是要这样。20篮板，聪明哥守我也不可能守住啦，即使你是 DPOY， 但身材就是优势。哇，真的，哎、欸，喂喂喂喂，讲话不能乱讲哎！你看我这样垫一下之后，他还真的盖到我，他怎么盖的？啊？你怎么盖的？是我 2K 逻辑啊，各位观众 ，2K 逻辑啊，唐神。可以全秀，没事没进，我帮你抓、啊。defend， 太扯了吧！这一球我犯规，我哪里碰到他？你们仔细看，他转身之后，我手都没碰到他，我都没碰到他呢，我都没有碰到他呢。三分球拔起，有 Irving 可以哦。挡拆之后直接一个拔起，没拔，放下，放下。我超有耐心，转一转，舔一舔。灌篮大师赛竞选冠军有我们哦、喔！我打中锋居然有我呢，什么东西？哎哎呦哎呦，定位低，定位低 ，go go go go， 休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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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帅是很帅、啊，但没进也没有用啊，自己来自己来。本来要拉花四个扣条，但不知道什么被抵消掉了。又是班的一个中距离，好厉害，真的厉害，他好稳啊！一个后撤步。j a m a r e n 运气好哎、欸，他都已经运出空档了。放下，慢一点，慢一点，
啊，完了！这场我这场只失误两次而已耶。你在干嘛？他怎么失误？运球这么神的Irvin居然运球失误，他是怎么失误的？运球，然后嘞 ，K 到自己的手这样子哦。来啊，来啊，来咩？再来咩？哇！哈哈哈哈Double麻辣锅，好扯哦！只是目前这个状况有点尴尬、啊。OK，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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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莫兰特 ，GOAT 主宰 ，GOAT 时刻完成了，首次拿下大三元，轻轻松松，好球 ，Washington 漂亮。这一球有没有凶？贾马润一打三，他以为他很猛，结果我上去。麻辣锅补完之后，接到球 ，Washington 直接过半场，他也蛮屌的哎。前面有 John Marin 空格直接 truck defense， 还想来吗？我都有在看，我都有在看，哎！第二罚，第二罚不要中，都稳住，差一分，这时候应该会罚球。Irvin， 球给你，过半场，快！倒数，等一下8秒，他直接接到球吗？喂，你为什么要出手？二比为什么要出手？为什么每一场比赛都像在打世界杯？不要这么精彩好不好？很紧张哎。叫马瑞上去一个拉杆 ，GG， 真的 GG。来，最后一波应该是要交给二比吧？这边老哥，我帮你卡，可以吗？三分球有。有，1.7秒，不太可能吧 ？2K， 看起来应该是不会进，这个角度应该是不会进啊。依照我这个精算师，应该是不会进吧？哎，果然这种比数109-107，我们小赢两分，有呢。二饼之后有扛住这个压力呢，还好没有让我这个历史级数据空砍，不然就真的尴尬了。右下角一堆人传讯息给我们。I saw Twain get his first triple double last night.Nice work. That boy better watch out for MP, man. You have been playing well as a starter. Yeah, mm-hmm. And we are confident it is the right move for the long-term health of the team. But? Not everyone is as thrilled as we are with the new lineup. I'm sure you 莫名其妙要讲这种事情，你至少让我洗个澡换衣服吧。谁让我穿刚打完球的球衣有够臭的。Yes, of course.But we would like you to make a special effort to get him more involved in the offense when you're on the floor with him. We've talked a lot about using your gravity to get everyone involved. Mm-hmm. We just want to make sure that he's one of those people. 这里怎么那么像在监狱里面？I'm a little confused. You said you were happy with the way that I was playing. We are.But we're losing games. Man, it doesn't matter what other circumstances we're dealing with. We made the move, and we're losing, and it looks bad to everyone. But to you know who most of all. And you're not happy losing games, are you? Of course not. But there's only so much that I can do. No, you can always do more. Okay, and losing one of our best players in the offseason is only going to make things worse.增加 Spencer Dinwiddie 的使用率，将 Spencer Dinwiddie 的平均得分提升至11分，目前为5分。在休赛期间邀请 Dinwiddie 参加公开赛，不是哦？为什么他的表现要我来帮他提升？什么东西？你为什么不干脆问 Luka 为啥要一直受伤？我的发这什么任务 ？Alright, look, I'll give him my best shot, but he has to hold up his end of the bargain.I can't put the ball in the basket for him too. 对啊，确实啊。All we ask is that you try. It's in the best interest of the organization, MP. 他干脆要帮他生小孩，帮他赚钱，帮他打扫家里好了啊。